第二十九题，下列有关于陈佑动能叙述何者正确？那我们晓得这一题呢是机械人守恒最高点的位能逐渐变成最低能的动能，所以呢它的动能应该是越来越大，所以选项 C 呢是错的。那同时呢，我们晓得它既然动能越来越大，因为呢它的也就是它的二分之一 mv 平方，它的速度呢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它速度是越来越大，所以动能越来越大，所以呢书说运动速率跟动能无关是错的，公式就告诉你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那因为速度会越来越大，所以动能也不会保持一定，所以呢 B 的选项也是错的，所以我们答案呢只有 A 的选项是对的。好，滑下过程当中速率越来越快，动能越来越大，所以第二十九题问我们何者正确，我们答案选 A， 陈佑滑下来的运动速率越来越快，动能越来越大。